通过运动会产生大量的汗水，催生费洛蒙，就会有电了。要不要送个照？你觉得好像是小七，可是答应了又好像让他得逞。啊？没上！啊！他为什么不吃我？你这样子吊足了元妃的胃口，就是要他又急又气又心痒难熬吧？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。 你就是我小马驹的巴黎巴比，可爱可恨可打可气，好看一定就你来到底，天塌留给我的，从来不客气，我是你的绒毛玩具，不发一语陪伴着你，当你需要我在这里。 当你愿醒，我会等你。如果你走路想陪你旅行，如果有体温，愿温暖你。不知你却是那小的不羁，害我这一生不离不弃。我就是你手麻鸡的巴迪巴迪，知己知彼，真心比心。 相依，只耐心要你心。你就是我小马驹的巴迪巴迪，可爱可恨可打可气，这一生不求惊天动地，只愿欢天喜地。的相依为命，当你长大把我忘记，我在想你独自回忆。 文清，你知不知道元妃在哪里？她刚才打电话给美玲，说被困住了，现在联络不上她。元妃姐说要堵文浩然，去山上找他了。你知道确切的位置吗？你上产业道路之后，会经过一所小学，看到有个斜坡，顺着往下走，遇到白色铁门，元妃姐应该就在那。好。 哎，小心！我看，怎么会是你啊？不是我，难道是文浩然吗？我看你的脚。
你手怎么受伤了？没事没事，你脚怎么样？我看。你一定要这么有勇无谋吗？一个女孩子跑到荒郊野外来，要是文浩然看到你对你怎么样，你要怎么办？文浩然他不是这样子的人啊。那他是哪种人？你跟他很熟吗？你头脑里面在装什么啊？我脑袋在装什么关你什么事啊？如果你来救我就只是要趁机骂我的话，那谢谢你，不用啊。袁飞，对，这就是你对救命恩人的态度。我有叫你来救我吗？不然你要我怎么样？感动的哭出来，然后用柔弱的声音紧紧抱着你跟你说谢谢你吗？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喂，你干嘛啦？哎喂，哎你干嘛？放我下啊！你放我下，变态！趁人之危，感觉还不错哦。要是文浩然像我刚才那样对你，你要怎么办？要不是我现在脚受伤，不然我一定要你好看。女人真是没救了哎！累不累啊？好热哦。等一下。嗯。袁飞。哎。小心小心！你的脚怎么会这样啊？没事啦。他是自作自受，怎样？我有说错吗？为了方圆的案子拼成这样子，只不过是一份工作而已。就算行销部没有跟方圆合作，你的世界也不会因此毁灭啊！你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么拼？我是为了我自己。我空降行销部经理，总得亲力亲为做出些什么，别人才会信服于我吧。尤其是女人在职场上遇到的流言蜚语本来就比较多，更何况大家都知道我们曾经在一起。我不希望每个人看到我都好像看到八卦周刊一样，我要靠我的实力。所以你就跑到人家办公室去堵人，请文晶当狗仔跟踪，还没有搞清楚状况就跑到荒郊野外去，这就是你的实力啊。六年了，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冲动固执，只顾到你自己，没有顾到人家的感受。对，我就是固执冲动，我就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。六年前你有顾虑到我的感受吗？你就比较成熟，成熟到当一个爱情的逃兵。是不是为了让行销部拿到跟方圆的合作，你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？好，那我现在就告诉你，业务部一定会拿下方圆，免得你继续做傻事。做蠢事的又不是只有我。袁飞，接任他其实他只是，袁飞，怎么搞得这样爱恨交织啊？奇怪了。这个郝建仁刚去找袁飞的时候，不是担心的半死吗？怎么两个人吵回来啊？老婆，嗯，我觉得啊，我们两个还是蛮幸福的啊。嗯。哎，哇哦！啊，对不起。老婆，你干嘛啦？有蚊子吗？每次去那什么鬼地方，说你怪就非得这么怪，是不是？
山被困住，还受伤，这也不是我愿意的。凭什么骂我蠢？你什么表情？你也觉得我好强，觉得我蠢是不是？但是我不想输，我不能输。我娘天生没有生给我装弱版可人的天赋，不可爱的女人就只能自己战斗下去嘛。哎，你来我家也够久了吧？你一定要帮我赢好坚韧，知不知道？到底拿这个女人怎么办？苦啊苦啊，好苦啊！如果可以加点糖就好喽，帅弟弟。哎，好苦啊！哎，怎么这么快就走了？哎，如果能加点牛奶，那就更好喽，帅弟弟。一开始就该点 Latte。 张武清，你给我站住！你有必要分得那么清楚吗？拿铁和黑咖啡都是咖啡耶，就像你现在帮袁飞做事一样。我也是你亲哥哥啊，这有冲突吗？所以说他昨天发生这么危险的事情，你应该告诉我们嘛。 Latte is Latte, Coffee is Coffee，泡错了，我就会被客诉。谁敢客诉你，哥就揍他，揍他，揍他，然后告诉他什么是咖啡，哥说了算。就像是你大嫂啊，也把哥说的话当圣旨啊。我让他熬龟蛇大补汤给我喝，他就得熬；我让他炖双边壮汤给我喝，他就得炖。表面上哥是让着大嫂没错了，但是私底下你要是仔细观察的话，你就会发现，人类。你好。哎，你是？是。我是。你是？哦，帮我送冰滴咖啡的那位服务生。您记性真好。不是。那是因为你的服务太好了。那你又是？啊。我就是。我们折腾了多少上天的缘分，才发现世界就是你手马骑的巴迪巴迪。那你又是？啊，我就是。郭乐柱，你忘了我了？有一天，我和郝建任到公司拜访您。对不起，你哪位啊？啊，没关系啦，郭乐柱，我想说今天既然这么巧在这边碰到您，想问一下温总有没有看过我们公司的企划书啦？我们所有事情已经在处理了，请别担心。先生，您的咖啡要趁热喝哦。对，不但懂得煮咖啡，而且还懂得应对进退。你要帮老板处理这么多事情，怎么顾得了每个人来催进度啊？就是啊。哦，对了，我打电话给老板，提醒他今天要跟樊若签约那块地的事情。所以今天王浩然会去签约，在哪里？好，我马上过去。
配能看吗？啊！老娘跟你拼了！地方有点偏僻，就在那块地附近的房屋中介。你脚受伤，开车要小心。今天一定要把这情怀送出去。怎么选在这时候啊？报警吧！不要吧，我赶时间呢，不然你要赔多少钱？我赔，不要报警了。20万。20万？你的车只是小擦伤，我的车是全部都猫下去，你跟我要20万？你是诈骗集团啊！我只要有一个小擦撞，我就会重新钣金烤漆，还有我的保险杆，我会重新换过。如果国内没有零件的话，我要从国外进口，20万已经是最低的估价了。你们这些，哼，穿上鞋，老娘就不会输你。你等我一下。你们这些有钱人啊，出门开名车，穿名牌。如果一不小心遇到我们这种倒霉鬼，弄脏你的车子，弄坏你的衣服，就要人家赔。你这件衣服是一般人一个月的薪水，自己要享尽荣华富贵，却把风险给别人担，这样子合理吗？你还是跟以前一样。还记得我吗？这个逃婚孙啊，现在还打来干嘛？就算再打1000次，再打10000次，我都不会接。没事吧？你在讲电话，报警吧。哦。啊！你还是不要报警好了，我的保险过期了，还没有去加保。你的车要赔多少钱？我直接赔你好了。20万。20万？你是诈骗集团吗？你们有钱人炫富爱开名车，我管不着。不过我们这种市井小民，一个不小心出了错，把你的车撞烂了，我要赔上一辈子来赔。你觉得这样合理吗？合理吗？6年前和6年后，论调一模一样，你应该记得吧？把你的车撞坏了是我的错，不过每件事都有比例原则吧？比例怎么定？谁说了算？有钱人的钱从哪里来的？从天上掉下来的？还是他辛苦付出，承受所有的风险，努力赚回来的？你看见了吗？你只是看着别人的外表就妄下评断，自觉的弱势就说别人强欺弱，说的自己有多可怜，实际上就是加强别人的罪名。我最看不起这种人。说穿了，就是自我为中心，无限放大，自卑自怜，把所有的错都怪在别人头上，
哭喊着全世界的人都对不起他。你是不是有事啊？厕纸不用赔了。 是我把你的车撞坏了，我没有要逃避责任。所以你是要赔20万吗？啊，商量一下嘛，20万太多了。不然你什么工作？我很会写企划呀。不用。我英文也很好哎，你缺不缺助理？我不缺助理。洗衣服呢？衣服总该洗了吧？煮饭啊，打扫啊。都不用，要么就赔我20万。 那不然陪你一夜就行了吧？陪一夜？用你身体吗？啊！我刚刚说的话你不要当真哦。好啊，就这样。 陪我一夜，这样子的赔偿法确实非常特别。那天那个晚上，让我非常难忘。我根本不认识你，你是谁啊？什么6年前？什么陪一夜？哈？你真的会以为？ 撞上同一个人啦！好了，没事。反正你现在只要抵死不认，跟那个人没有瓜葛之后，应该就没事了吧？对，应该没事。你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。 小姐你好，哎，请问需要看什么样类型的房子吗？我来找一位温浩然先生，听说他今天会来这边。合约已经帮你准备好了，温先生吗？对，你可以帮我查一下吗？温浩然。好，稍等。你在找我吗？我就是温浩然。 原来你就是一直想递企划书给方圆的袁经理。幸会，幸会。怎么会有这种事？怎么会？刚刚因为我的变态妄想症发作了，造成你的不愉快，真的很抱歉。文总。不过，我的妄想症还挺真实的，还有后续，你想听吗？ 温总，你的私事不用告诉我没有关系。其实我真的不介意。哼哼，对呀，你会放过我才有鬼。那个女人提出陪我一夜，我也很想看看
他究竟敢不敢兑现。我觉得那个 KTV 也不错啊。要唱歌的人是你，不唱的话走。唱唱唱，我还没唱够，歌大家好好歌。哎呀，我只是怕你无聊嘛。来，这里有啤酒，性感喝，喝不够的话还可以再叫哦。这酒我喝不惯。味道不错哎。我觉得那个女人企图灌我酒，你会不会也觉得是我的妄想症发作了？温总，你顾虑的对。谁晓得那个女人是不是要对你仙人跳呢？仙人跳？我倒没有想过。你觉得呢？不管是不是仙人跳，我觉得这女人还挺解闷的。你带我来这里干嘛？完全没逛夜市了，走吧。有啊，老板，老板，我们要奖品，谢谢。耐心一点嘛，不要烦。哇，好棒！谢谢阿姨。耶，钓到了！哦，你好可爱哦。哎，你真的好厉害哦，我从来没有钓过这么多娃娃哎。你应该是夜市之神吧？
前戏做足了，正戏是不是应该开始了？请进。这里是你家啊？我以为在家里会比较放松。我不喜欢在外面吵闹的地方喝酒，安静品尝才能喝出酒的醇厚。那你有没有配酒的东西啊？我应该有气势吧。对了，还不知道你叫什么。他那一手可真狠，我头上足足缝了五针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打那么重的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现行了，所以你现在是承认那天晚上那个女人就是你。对不起，误会澄清了，那就好。坐。这企划书是你写的？嗯，挺好的。那不过，企划写的再好，你要我怎么相信一个女骗子？做生意首重诚信，我不可能跟一个没有诚信的人打交道。就是陪夜吗？好不容易送出去的企划书，你就这样收回去啊？请你帮我转告温总，我这个人胸无大志，就爱轻松过日子。为了不造成彼此的悬念，我还是退出战场的好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？想要陪夜是不是？我真的做不到。早上还是我的朋友，现在就变恶魔，你真的去找。哎呦，你真的是白痴、智障、神经病，怎么会这么笨呢？你什么陪夜、神经病、智障，谁啊？现在没有人在家、啊。郝先生，他怎么会现在来啊？来找我，什么事啊？这么久才开门，里面有人吗？我今天打了很多通电话给你，怎么都没接？有吗？也没进公司，到底去哪里了？我吃药睡死了，手机开震都没听到。
所以你都在家？嗯。那你头上的伤是哪里来的？哎，很痛。来，坐下。想要说谎呢，也要高明一点。今天到底去哪里了？又怎么弄受伤呢？昨天才被困在山上，扭伤脚。今天又不安分，头还受伤。你有没有想过我会担心你啊？我会自己照顾自己啊。难道你又去找温浩然？我是去找他又怎么样？我如果没有去找他，又关你什么事啊？这六年来，你过什么日子，发生什么事情，我完全都不清楚。不问不代表我不想知道。可是我发现你真的变了，充满秘密，就连今天去哪里都不肯告诉我。你要我重新追你，我本来觉得没什么不好。或许现在应该退一步，重新审视你值不值得。喝点水吧。我认错人了。文化，四兄弟又出来。哦，所以你打算放弃元妃，不追他啦？如果这么麻烦的话，干脆你选小恩好了啦。小恩，你在想什么东西啊？小恩跟你那么多年了，美其名是你的助理，但是对你顾里顾外啊，早就已经是老婆等级了，好不好？他对你的付出啊，早就超过你给他的津贴了。你呀，要么就是睁眼瞎子，要么就是装白痴。我跟小恩就那么简单，不要讲。好好好。简单简单，以前简单，现在简单，那以后不简单不就好了？忘记那个难搞的女强人吧。我觉得小恩会是个好太太哦，一世一家，跟我们家美玲啊一定有的比啊。我又没有要结婚，我找个一世一家的干嘛？也对啊，元妃难搞，你也不遑多让，你们就这样继续拼下去吧。像小恩这种乖乖牌啊，哪边凉快哪边站，日子比较好过啊。你话很多哎，有没有喝酒啊？老板，你再一杯。
给方圆的计划书吗？奇怪，这个怎么妈拿回来了？小恩，你怎么会在？一定很渴哦，嗯，解酒茶。谢谢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昨天文化哥他打电话叫我过来的。哎，好些人不要冲出来呀、啊！你家已经快到了啦。哎，小恩呐、啊，找一下他身上，看他家里钥匙在哪里。哦，不要，我有。啊！送死啦！啊！哦。哎，麻烦。啊！我。哎，小恩，不好意思啊。本来是应该叫袁飞过来照顾他的，可是他们两个这两天闹别扭，所以只好麻烦你了。袁飞姐跟金仁哥到底怎么了？他们两个最近超奇怪的。就一个不肯说，一个偏要问啊，麻烦死。一个不肯说，一个偏要问。金仁哥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？没什么了。对不起，我知道明明叫我不要打扫，可是习惯成自然，忍不住有。算了。给谁看的？我去冲个澡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你知道听小恩有郝建恩家钥匙的事吗？嗯？你怎么知道？小恩没有跟你告白过，不代表他不喜欢你哦。你有喜欢的人了、哦，是我吗？不管你是要上山还是要下海，我都陪你去。听说你离婚啦？我不喜欢现在的金仁哥，有什么怀疑就该问清楚啊。我昨天晚上看到你上一个男人的车，这男人是谁啊？你跟小恩之间都解释不清楚，我回答你干嘛？